十方众生，包括我们在内，闻名发心，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听到的人很多，发心的人很少，这什么原因呢？只听到一句名号，不晓得名号的意义。 不知道名号的功德，所以名是听到了。对名号认识不清楚，甚至于还产生误会。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香港的法师告诉我：“他说法师，你的运气不错啊。”我说什么？你来的时间正好。哦，我说为什么？3年前，香港人听到阿弥陀佛。 吐口水，口水吐到你脸上，他认为听到这句名号，这人是倒霉呀，这个人运气就没有了，产生这么严重的误会。我来讲经的时候，这个地方虽然他不高兴啊，但是不会吐口水。 严重的误会呀，认为念阿弥陀佛是咒人呐，叫人死啊！只有死人才念阿弥陀佛啊，活人哪个人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是送终的，你看产生这么大的误会。 这个事情不能怪社会大众，老祖宗教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自己好好反省，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佛法没有人宣扬，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做出好榜样给大家。 所以，让社会大众对佛法产生这么严重的误会，不能怪人呐，怪佛门弟子自己本身不好啊。事出世间法，一切衰败都不可以说别人。 自己要认真反省，然后才恍然大悟，过错都在自己，自己要负100%的责任。我学佛出家。 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对于经教非常有兴趣，很喜欢。为什么呢？寺庙不收留我。为什么呢？寺庙不要讲经的，要念经的，做经忏佛事的，做法会的，非常欢迎。
认为什么呢？认为讲经是贴本的生意。金蝉佛寺都有价码的。这一堂佛寺多少钱？做完之后大家分钱。讲经没有人供养，所以叫贴本生意，没人做。老和尚告诉我，你走这个路不行，走不通啊！为什么？你将来没饭吃啊！谁供养你？真的是困难重重啊！可是我相信韦陀菩萨，韦陀护法了。我讲经教学，如果没饭吃，韦陀菩萨要撤职查办了。他护的什么法？所以我相信他。没吃没穿，没有地方住，我还是要讲经教学。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所以这条路坚持。走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没到场，确实很孤单呐。香港回归，我特地到这边来看看。在回归之前，好像我每年都到香港来讲一个月。可是以后移民到美国去之后，这边就很少来了。回归特地来看看，遇到一些老听众，大家很欢喜，问我。法师，你已经7年没来了，是这么长吗？算算，真的是7年没来。我告诉他，没有人请我，我就没有法子来了。大家听到这个话，马上就这个过去些老同学就要了7、8个人。大家来祈请，我说好，祈请我就来。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每一个月来一次，讲5天。地方呢，大家租的，尖沙咀街道福利会，那个道场大概可以坐800人的。每一个月5天，讲了好几年。以后听众越来越多了。大家发现，就是现在尖沙咀汉口道这个楼层买下来了，先后一共买了3层。7楼租下来，现在有4层楼。作为道场，给我办了香港永久居留，我才住在这个地方。不容易啊！坚持讲经教学不中断。那么在香港这个地方，我们用卫星电视，卫星电视台在台湾，
网络现场直播啊，现在的宽频网络好，效果不亚于卫星电视，而且成本很低啊，全世界都能够收看啊，只要有电脑都能收看。这个路走通了，把以前老和尚这个顾虑啊澄清了，否定了啊，讲经教学我不是，讲经教学也不是走投无路啊，我走的路比他们广，我走到联合国去了，他们还没有办法进入联合国。啊，我们很清楚啊，佛菩萨加持啊，龙天善神护法加持啊，生活清苦一点，这也是学释迦牟尼佛嘛。释迦牟尼佛三衣一钵，坚持到一辈子，啊，一直到圆寂，他在树林里头圆寂的，不是在房子里头，一生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所以阿弥陀佛知道地球上这些众生在末法时期真正能够得利益的只有念佛万岁，这一个法门，除这一个法门之外，再没有一个法门能够在一生当中成就。这个事实我们要细心观察，然后就相信了。下莲居的会集本，黄念老的脊柱绝非偶然啊，这两个人我们没有神通，不知道他的过去，但是能够想象得到肯定是佛菩萨才来啊。为什么不是佛菩萨再来，不可能汇集这么好的本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详尽的记录啊，这些都超过过去的祖师大德。我们知道祖师大德里头确实有不少是佛菩萨再来的，所以我们也能肯定夏老黄老不是凡人啊，我们有缘看到这个本子，看到这个注解啊，就有责任有使命把这个本子向全世界宣扬，让大家都知道
让大家都认识。啊，文明发心，意念受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啊！啊，我们相信净土。啊，确实，信心有深浅不同，深信一生当中很快啊，他就往生。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许许多多人遇到这个法门，大概三年就往生了。啊，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啊，真的往生不是假的。啊，前的呢，半信半疑。我自己就是浅的，没有那么深厚的善根呐。啊，年轻时候学哲学，啊，指导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就是近代的哲学家，啊，老师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从西方康德哲学开始，讲到中国，讲到印度，最后结尾是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地方认识了佛法，啊，入门是把佛法看作高等哲学，把释迦牟尼佛看作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从这入门，所以对于净宗没兴趣。啊，那个时候有很重的误会，大概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善巧方便，对于下下根人，啊，不能接受这个高等哲学的，用这个方法安慰安慰大家，我们是这种想法，啊，所以这在佛门里面属于低级的教，这个教学，啊，不重视他，也不接触他。不少年了，十几年了。啊，到以后，我跟李老师学经教，啊，跟他十年，老师要我看印光大师文钞，近代一位高僧大德。啊，那个时候的文钞只有四册，正篇两册，续篇两册，现在有全集出版。啊，最重要的是这两集。我看完之后，对于净土不敢轻慢啊，因为文钞确实
是非常有分量啊。印光大师这个人有真学问啊，儒释道他都懂啊，佛门里面通宗通教，显密圆融，这是一位大德。一心归净土，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好榜样。不敢再轻视净土了，可是还是没有意思想学的啊。对于华严、法华、楞严、般若、法相这些大经大论，兴趣非常浓厚，放不下了啊。跟李老师学法相，学楞严经，学华严经啊，我一面学一面讲。所以77年到香港来，香港要我讲楞严经，楞严我在台湾讲了7遍，到这是第8遍，这驾轻就熟啊。啊，很轻松啊！啊，越讲越好，越讲越明白。啊，给香港同学借了法印。真正相信净土，发心学净土，是讲华严经。这经很长啊，我是80、40一起讲，每一个星期80华严讲2次，40华严讲1次，大概都讲了1半，差不多10几年的时间，好像是17年，讲了17年。讲一半，突然有一天想起来了，我们最敬仰的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啊，最佩服的、最敬仰的，哎，这2位菩萨是毗卢遮那佛的助手。啊，毗卢遮那佛2位佛就是文殊普贤，华严会上看到他们，我就想他们是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在华严经后头去查，很细心的去查。找到了40华严第39品，2个人都是发愿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些经文呢，让我们看到汗毛直竖啊，非常惊讶。文殊切佛之思，他怎么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再仔细去检查，善财童子53参啊，善财是文殊菩萨得意门生的啊，肯定是传文殊菩萨之法的
啊，仔细一看，嗨，五十三参第一参，参访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是修波州三昧的，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就知道啊，第一个叫先入为主，他就是修这法门啊。那么再看最后第五十三，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完全明白了。善财童子一生专念阿弥陀佛，当中学那么多法门，啊，他去参观，就像阿弥陀佛参访。设方诸佛刹土啊，一样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成就自己的智慧学问啊，让我们想到了。啊，这是实学、真学，不是自己在家闭门造句啊！现在人所讲的考察、调查、研究，啊，这是真实智慧。你看他每参访一位善知识，最后念得礼词，这个意思很深，念的是感恩。啊，我在这里听到看到的，啊，对我境界提升了，我感谢。礼词是礼是礼拜，词是不学这个法门。他还是老实念佛啊，对自己专门学的这个法门呢，一丝毫没有影响。我这才回过头来认真修净土了啊，所以我认真修净土的时候。在40多岁，啊，26岁学佛了，差不多20年了，才回归到净土来了，才真正认识这个法门，是所有法门里头最殊胜的法门，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啊。所以，真正接引我入净土的是华严，是法华，是楞严，是般若。啊，没有这些基础，我不相信啊。啊，所以确实，愿有深浅，法心有大小。可是我这一信，大概比别人信的深。我说我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一般人信，没有我搞得这么深呢，搞得这么清楚。啊，这一信就不会退转了。啊，所以发心就大了。啊，持诵啊也多了，啊，跟《无量寿经》讲了10遍，
啊，净土五经统统都讲过。啊，弥陀经先后大概也讲过十遍，讲过莲池大师的疏钞，欧耶大师的要解，啊，这个就是细讲。啊，往生论，无尽一论。观无量寿经我们讲过善导大师的四帖疏啊，大师之圆通常我们讲过灌顶法师的疏钞，观音菩萨三经啊，都详细讲过，这净土五经一论啊，这是专修专后，晚年统统放下了，专讲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啊，就讲这汇集本，就讲这个集注啊，我发心一年讲一部。这一部的标准是1200个小时，啊，一般学校是学分，这大概在学校。没有这么多学分的，600堂课，1堂2个小时，啊，一天讲4个小时，要讲300天，啊，讲满300天，越讲越欢喜。越讲，心愿向上提升了，越讲越有信心。